姐妹们，咱们家里边的筷子还在混着用吗？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这种国潮风的筷子，现在这个国潮风都已经刮到了筷子上边。它这一盒里面是10个颜色，而且每一个颜色都有它一个独特的图案，而且给咱们这个色系做的是这种马卡龙的色系，看着就是非常的漂亮。这种筷子咱们以后用的时候就特别好区分了。咱家这个是采用的合金材质，是选用高分子加玻璃纤维做的，这种材质它用起来就是比较健康，不像咱们以往用的那种木头的筷子，经常洗呀，在洗碗池里用水泡呀，泡过了之后特别容易滋生这个小菌菌。而且咱们这个筷子是耐高温180度的，只要你不放到油锅里去炸东西，你像放到水里边煮呀，或者是洗碗机呀，用开水烫一下呀，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而且咱们这个筷子的头的这个地方给咱们做了一个防滑的处理，像你平时加点花生豆呀，加点粉条呀，或者是面条之类的，它也不会打滑，特别好用。最主要的是现在这个价格是19.9元，到手给你发一盒送一盒，到手一共是20双，不是20根，是20双，到手和1块钱一双。而且这个品质是真的很好很好，说实话咱们家里边经常混着用那些筷子真的不是很健康。它有这个颜色，你看它每个都不一样，咱们就是特别好区分。你像这个筷子差不多咱们用3个月左右就更换一次是最好的，而且马上要过年了，咱们中国不是有这种习俗吗，讲究添碗添筷。而且咱们这个是马卡龙系列的，国潮风系列的，19.9元，到手给你发20双，这个咱们下单吧，太合适了。